些盒蛋糕都是我在拼多多1块钱抢的，他们现在搞开春大促，一元就有机会秒杀到这么多盒子蛋糕，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就能参与，快叫上你爱吃的姐妹一起来抢吧。好吃好吃。里面的红丝绒蛋糕胚绵绵的，湿湿润润的，提拉米苏的，这款就是比较苦，好吃。嗯，跟盒马的那个提拉米苏味道一模一样。这个是一个可可的，下面好像是可可熔岩，这个样子。它这个每一款的奶油都超级细腻。这款的话就是蛋糕胚相对少一点点，但是奶油超多。那我们就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